滑冰的。三中的年转，非常的漂亮。对，三中 total 破，女伴摔倒，应该是个三周连三周的 total 破。
错觉，从姿势、稳定性、覆盖的程度、旋转的流畅性、都是非常漂亮，这样裁判员会给他加 GOE 的这样评价。前内螺旋线姿势、速度、流畅性都很到位。是的，三周的菲利普抛跳，对，女巴尔不法花抽了。两周路普抛跳，三组托举，四组托举，他们俩的托举都是很好的，对，稳定性、姿势，单人的联合旋转。旋转的一致性，这就是双人滑旋转的一致性、要求两人必须要步调一致的、距离一致性，两人旋转圈数、姿势要相同，这对双人选手来讲能够做到一致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这是四组托举，空中都有姿势的变化，对选手的要求是很高的，能完成这样的动作选手要付出艰辛的努力。是双人联合旋转，后屏区在等待，是屏幕左侧的是他们齐家教练。我们说双人滑其实两个人在场上的配合也是瞬息万变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双人滑它都需要的是必须是步伐是同步的、一致的，是所有的动作都是协调一致的。两个人滑行就跟影子一样，尽管是两个人在完成动作，那么像影子一样完成，可以完成相同动作，也可以完成不同动作，这就是双人滑的典型特点。而且一个动作的完成呢，是两个人共同配合来完成的，所以需要两个人的默契的程度是相当高的。他俩这个打分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，哇，技术水平分达到了51.84分，节目内容。